这位粉丝十多天以前就已经给客服说了要做一款蛇形的戒指，今天帮他安排出来。上一次粉丝看到的是一个龙戒，因为粉丝不喜欢龙戒，想做一个蛇的形状，也就是生肖戒指，不管你要做什么样子的都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蛇形的戒指，知道了粉丝戴的圈口之后就可以给他安排了，因为是闭口的，必须要知道戴多大号的戒指。如果说要做可以调节大小的，告诉我身高和体重就可以了。现在打磨一下抛抛光就是成品了，来欣赏一下蛇形的纯银戒指。想做你的生肖都是可以的，如果您喜欢记得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。